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哦，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在金马伦高原。OK， 金马伦高原呢，其实就是马来西亚一个很海拔蛮高的地方，大概这里有海拔2000米而已啦，也不是很高啦，就2000米这样子。那么这里呢，是出产了很多水果啊、strawberry 啊、蔬菜啊等等的东西，就是大致上马来西亚的种植都蛮多是来自这个地方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今天是7月12号，那么呢，我发觉到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了。我现在要拍摄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，可是我依然保持戴口罩，还有 SOP， 就是要保持距离。可是我发觉到真的很多人没有戴口罩，你看我随便拍一个就好了，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戴口罩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已经是属于成功抗疫了还是什么，可是我们就算有的跑出来都好，我们还是依然要戴口罩啊。现在金马伦啊，属于我第一次来，所以有什么东西看呢，我完全也不懂，我纯粹就是在这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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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他们说有很多水果食物可以买。虽然我刚才像我讲的，出来一定要戴口罩，好，拜托马家麻烦戴口罩，因为实在太久没有戴口罩了，我真的是憋大喊尿。OK， 因为我们现在出来，我们要玩，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病毒是没有办法继续给大家传染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有人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没有戴的，就没有戴的，那边呢，一大堆的人呢，也是没有戴的。OK， 我。被大鸟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啦。可是呢，我看到这个档口哈，你看到吗？排队的。他从昨天晚上我一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人家排队了。那么现在还是有人排队，多人吗？真的很多人。我不知道买什么东西，可是我刚才看到呢，他那边是随着八大卖呀 ，OK， 好像是卖 cake 的东西，反正就很多人买。有没有这些小店面，很多人进去里面买，所以我决定我不排队，因为我懒惰，我不想排队，所以我也不会去排这个位置。你看，哇，这么多人排队买，可是他们都没有戴口罩，这才是我没有 SOP 的东西，要戴口罩吗？你看，大家真的，我们现在出来玩，我们现在可以出来玩，一定要戴口罩 ，OK。排队吗？从这里排，排排排排排排排来这间店。OK， 原来它是卖 cake 的。重点来了哈，我刚才站在这里了，站了差不多15分钟左右，我发觉到它工作速度很慢。你看它的工作态度，真的是慢到不行那种。那一位啊，还会按手机，这么多人排队啊，还手速不要快快这样，你还在那里慢慢磨。所以我决定不买它，就算这样多人排队，我都不打算买。啊，你看它的 cake， 我不懂有什么好吃啊。反正速度太慢了，孤立哦，那有可能已经知道这么多人排队，速度还可以这样慢的，我一定要吐槽他，不能速度这样慢哦！你看人都排到这样多，有什么意见吗？哇，他做东西超慢了，给人家后面傻傻的在那边等，哎，浪费我们的时间去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速度慢，让人家感觉到他有很多人排队，其实是完全没有的。请我来做工，我刚刚5分钟搞定了那个 line。我们从金马伦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来到这个怡宝的外食街，自己这样子吃了一大堆东西，很大一大堆的东西。那我们吃这个，我们吃了这个炸果冰，还有这个两薄青两薄东西，然后这里的档口的酱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罗家被收走了，罗家也真的好吃，罗家。这个肉酱，所以可以来这里吃哦。就是说，从金马伦下来之后，可以来到这个桶水街这里。哇哦，人山人海的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啊，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我们从金马伦就来到怡宝了，现在我们就要 on the road 回家去了，吃饱饱就要回家啦。嘿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share。那么下次呢，再跟大家分享哦。你要讲拜拜拜。